至少你得给我2天时间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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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大哥，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啊，杨马，你知道我为二级工程牺牲有多大吗？哟，那我得好好想想。想什么想？我把我自个儿卖了，我要嫁人了。啊？啊！你大爷啊！杨如妈，我真的我恨死你了，我。完了。老乡，不是老乡是谁啊？雅静之前认识一个深圳的老板，你知道他以前的事儿啊？我就知道一点儿，那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我本来也不知道，前两天阿康跟我说的，背后说了好多雅静坏话。我看你当时心情不好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你俩不是没戏了吗？阿康在哪儿呢？还能在哪儿工地呗？行，早就想收拾他了啊！拖欠工人工资，加上背后说雅静坏话，二合一，走，找他去。走。不是，你就告诉我这个空间到底要多长的时间嘛？不是，康总，这几天雨太多太多了，现在1、2、3、4都没有问题。现在就是5号楼的楼梯间积水特别特别严重。5号楼是哪一个？就是这里。你看，我们已经做措施了。您真得给我们点时间，2天，至少您得给我2天时间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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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大哥，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啊？是你，你就是一出卖朋友的败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动态试试。滚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想说说你，还是雅静替你。这没想到啊，你却在背后说人坏话，挑拨我们关系，你就是一杂碎，就是这俩小子，给我打！我看你们都在身上。住手！住手！老赵，哎，你来的太好了，就这俩小子，给我揪出来！我特想收拾你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信不信我工程队几百号人把你们从这赶出去？老赵。是不是这小子拖欠你工资啊？就这小子啊，该给的钱他不给，想着法儿的拖欠我的工钱。阿康，我告诉你，这工地上所有的工人都是我找的，当初是为了帮史的，但是我不帮你。你什么时候把工人的钱给我？明天。你别明天给，要给就今天给，不然我帮着他们打官司，让你的工地先停工，明白吗？知道，知道了，知道了还不快去？走走走走走。老赵，这小子要是把钱还上了，大家伙就再帮他干一段时间，如果他还是拖欠工资不给，我27马上开工了，大家伙上我那儿干去。好，明白了，你呀就瞧好吧，这次我不忍了，我要不在工期上把他拖死啊，把他整黄了，我就对不起大家这帮兄弟。哎，老赵，不过有一点啊，这质量必须过关，不然可就不是坑他了，那是伤天害理。你就放心吧，这一码啊归一码，我不会在工程质量上开玩笑。走了，啊，谢谢了，啊，好了，散了吧。刚才整有点怵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应该先动手，你知道吗？你等着他们来，那能行吗？这不趁手。